我是刚刚练喝完了2012年了，10月16号，北方北方站21:17，我来的是4-4-4，苏宁发的中原信号苏澳的单 I 1509-1502，2023年今年的科普彩绘环岛列车，台湾科普彩绘环岛列车，因为俄罗斯苏宁发的中北信号苏澳的新人机站喝。3月12点左右，俄罗斯。2019，我的俄罗斯。2019哦，原来423变成252哦，423改成252，就是接续的嘛。2019偏豆藤呀，绿色大型人机，好，这里面207。晚安，我等设施我家走。一个晚安。太阳寿风的252，3019，这边到站绿色带行人机单。11:19，等你出门。我之后受引发的将北回信号受风，有3月12日3009的平安豆的绿色带行人机站，在我们的瑞丰站使用，拜拜。拜拜，再见了。我是3009偏豆藤绿色带行人机站，14-4苏宁发的中原信号苏澳的1509-1502。2023年台今年度台湾科普彩绘环岛列车在瑞丰站停靠待毕，然后就可以驶离。11:21，10月16号再见了，拜拜。